今天上线，系统提示我已经大成圆满，即将渡劫，还有一分钟，我得赶快找个领域充裕的地方。修罗海就这里了。哇，天雷滚滚来，都被给劈了，教训好快啊！渡劫没是要失败吧？就是要变身了吗？哇，竟然是化身，渡劫成功了，化身成仙，战力也直接翻倍了，打个 boss 试试，这伤害太给力了，400级的 boss 一下就搞定了，按照这个发展，战力排行榜第一妥妥了。